而且啊，你的亲生父亲是个好人，你得去认他呀。好人？好人当年能把我给别人，如果是好人，这么多年了也不来认我这个亲生儿子。你要理解他，当年他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忍痛割爱把你给了我们，这么多年他没来认你，那是因为他信守了承诺，他宁愿默默地承受着失子之痛、失儿之苦，也要让你健康幸福地活下去，更没有做那种背信弃义之事啊。做人呀、啊、要讲天地良心，你是他的亲儿子，你得去认他这个亲爸呀。孩子啊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叔叔啊，我是您的儿媳妇，我说的话你总该相信吧。天一说的句句属实，自从知道他的身世后，这一年多他找你找的好辛苦呀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孩子啊，你们说的我都相信，但是千两黄金万两银，有钱难买养育恩呐，我没有养育你，现在坐享其成，我心里惭愧呀。爸，我知道养育之恩大于天，但是生育之恩我也不能忘啊，如果没有你哪会有我，更没有你的儿媳妇肚子里的孙子啊。你就放心跟我们回去吧，在我心里你和我的养父母都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和娘，我和珊珊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，你们为了我辛苦了一辈子，也该享享清福了。儿媳妇你过来，这是我们陈家隔壁厂的古戒指，我提前传给我的孙子，你替他好好收着吧。好的，爸。爸，儿媳妇和孙子你都认了，我这个儿子你总该不能落下吧。那不敢看，扶爸回家。好的，爸，我这就扶你回家。爸，儿媳也来扶你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。